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养鸡室吧。哎，去电梯室吧。电梯室。我好远啦！我去，我好远，我好远。去那个吧，去那个。右边、左边的地震仪这边，好吧？左边地震仪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卡住了。哎，我出去了，哎，想不到吧？对，我出去了啊！我去左边还是右边了？右边的地震仪吧。左边这个，那个电梯室。右边的地震。这还躲在这什么鬼？你真是太多了！快过来保我，保护我。好，就带着，就带着这。我也没 CD 啊，我怎么保护你？我刚才在右边那里杀了个人。哎，我 CD 又好了，你就守一会儿吧，守一会儿吧。我守一会儿。你刚干掉小紫。我 CD 好了，我在右边的那个地震仪那里杀了一个人。我操！现在还有多少个人？现在还有五个人，他们三个不敢过来，我感觉。谁过来谁死。那你在外面守一下。利用惯性优势，好吧。不要太靠近我啊！因为我怕电梯室从窗户来隔墙杀我。为什么？还可以这样的吗？不知道，应该可以。我感觉我就守在这就好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探探吧，他们应该也守在某个地方。那我看看，我去电梯室了，我去电梯室了。一步一步脚印走，往下走。我已经在往下了，哎呀呀，哎，绕了个圈没人，好吧。这样其实也没人了。那就出去去五级四吧。哎，我看到人了，想不到吧？哎，我心里没了，过去，出去。我直接在那个。小星星那里杀了个人。我CD没了。啊，我 CD 社长，这个 CD 不，这个延迟太好了，我操！我不是我说，这个发射台下面怎么？刀刀下面。是刀 ，nice！ 我CD 又没了。你 CD 没了，那我来追你了。好，来，我看你好还是我好？哎，来。我看我能不能拖二十秒，各位观众。哎，跑得还挺快的。各位观众，我看我能不能拖二十秒，各位观众。想不到吧，手刀。哎呦我去，怎么隔这么远就能杀到了？延迟。等我的手吧。哎呦，真的。去哪去？去哪？是吧？去哪？去哪？是哪？去那个。这啥地图？还是去刚刚那个地方吧。啊，可以。我到了。你在门口吧。为什么你已经在里面了呀？刀刀，下面有个人。因为我出生在那个电梯室。我来。哎，全力来了，胜利来了！哎，我杀到他了，快！我杀到他了，踢吧！要破了，换吧！哦，站在这个地方，易守难攻。接管。哎，我死了！先别刀，好，先别刀，等一会儿，冲出去！冲出去！快跑！别回去了，不要回去了！快跑！哦，我跑掉了！我不敢再回去了！我不敢再回去了呀！拔刀。拔刀无情，是吧？想不到吧？我能这样做，想不到吧？走吧。幸好你绕了一圈，你绕了一圈，你知道你后面人死了多少个吗？哎呦，这粉色，哎，可以。后面人为了追你，自相残杀了好多人。真的，我真的就觉得我很幸运，好吧？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活不到最后了，我觉得我活不到最后。这边有五个鸡腿，五个鸡腿都在这里，各位，这里就乱葬场，好吧？啊，五个鸡腿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能不能杀掉他？啊 no！ 输了。我每次都打不过这个黄色，我发现我每次都打不过。我把刀子转了。哎，对了，算了，你那个穿墙模式有什么时候能玩一玩？你那个穿墙模式。什么穿墙模式？不是，我第一次。我那个时候没有来啊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哎，守着。怎么又是我？因为我先到的。哎呀，我有 CD 啊，他也有 CD， 你左边，我右边，你左，哎。
后面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死！你这么高吗？哎，我上来，好吗？来，我来了。好吗？好吗？哇，真的！我跟那个什么兜兜，哎呀，差了一小指，一大小指。我戴着铁帽子，我戴着铁帽子啊！别来了，你就没了。哎呀，我没 CD 啊，我 CD 还能好啊。算了，你可以杀了他了，加油，算了。明佑是杀了。哇，我来的。明佑是必死。他 CD 还没好，明佑是杀了，明佑是杀。明佑是牛逼，哦，没有色没了。另一个颜色把他杀了。你该人不知道。你看，迷惑作用，好吧，迷惑作用。哎，你 CD 好了吗？我来冲了。那个黄色，赶紧的，那个黄色没 CD。他刚杀了个人，还想跑？冲！赶紧上，赶紧冲！还想跑，好像跑掉了呀。不行，没事，我点的手速比他快，应该。你颜值比我好。我之前都点不过他，没想到人家点得过我。杜颜值肯定比我好呀。